觉得非常那种寒风小寒风的感觉。黑色的话整个身体宅起来了。所以有三个颜色，为什么会做到三个颜色？我自己都觉得很难选，我自己都很喜欢哈。它的强度最棒了，因为很热的时候我不想扎，吃饱的时候不想扎，可是呢想要微扎的时候它可以微扎。第二个呢，它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竹节棉 T， 所以大家会很喜欢，有点若隐若现透透的感觉。再来，今年很经典的是什么？爱心可爱小爱心，弹性非常的好，弹性非常好，所以呢你们有尺寸 S 号 M 号可以自己选，非常的透气哦。那这一件呢、啊，真的连这个夹口的位置啊都是有弹性的面料哦。所以我们的棉质啊，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，非常非常的弹性。你看，不论穿裙子、穿裤子、穿牛仔裤，就是不用扎，就很好看了。然后就是刚刚好，然后它也不小件，弹性又好，然后也不合身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，有分尺寸。